过去，我读印光法师的传记，啊，印光大师早年呢住的这个疗房，啊，房间里面有蚊虫、有苍蝇、有跳蚤，啊，这些东西干扰啊，啊，他的侍者就是照顾他的人，想把这些东西清除赶出去，大师说不必。 有他们在，显示我自己修行的德行不够，不能够感动他们，啊！不要赶他走。到七十岁以后啊，他的房间去找这、那个，东西，一个都找不到了。啊，果然这些东西搬家了，在佛法的术语叫迁单呢，就是搬家，他搬走了。 印光大师七十岁以后，我现在也七十岁以后了啊！这个两年来呢，哎、啊，我很欢喜有了效果了啊！我居住的这些房子啊，也有这些蚂蚁啊、蟑螂啊，常常会看见呢。 这两年当中啊，住建住建少了啊。我在图文吧买了个小地方，已经有一年八个月了，啊，刚刚买下来的时候，蚂蚁非常多，蟑螂小虫很多，啊，山上住了两位同修，我告诉他，决定。 不杀生，对于他们要以亲近心、恭敬心来对待，不但不可以伤害这些小蚂蚁，连害他这个念头都要断绝。啊，看到他们，我们或者蚂蚁菩萨、蟑螂菩萨，我们要这个心对待他，告诉他：啊，我们。 生活环境不一样，啊，房子里面是我的生活环境，房子外面是你们生活环境，啊，希望我们和睦相处，互不干扰，互助合作，常常这样的心对待他，劝勉他，哎，这个一年半以来呀、啊，我再看看那个蚂蚁呀、啊，少了百分之九十了，啊，现在还有很少。 啊，不想从前成群结队呀！啊，那我告诉大众，我们再努力两年，大概完全就没有了。啊，用真诚的爱心对这些小动物啊，啊，不仅对这些小动物，对植物也不例外。啊，我们这个花园里面种了很多花啊。 很多是树木，还有这些，呃，蔬菜，啊，在山上我们自己种蔬菜，我们也是用爱心对待它，啊，爱心照顾它，花开的特别美，啊，开得香，啊，这些小树蔬菜长得特别好，啊，我们不要用化肥，啊，不要用农药，完全没有。 是以爱心来照顾。